公共可以从明天起到选举局查阅五级八都补选参选人的竞选开销。从明天起的半年内，公众可以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到选举局查阅参选人的竞选开销，每份资料的查阅费用是2元。有意查阅资料的公众可以提前至少一个工作日电邮或致电通知选举局，以节省等候的时间。